据说同一物体在同样的速度下，坚硬状态下比普通状态的杀伤力更大，因为物体坚硬时的加速度更大，破坏力也更加巨大。这是真的吗？为此亚当和夏娃准备了冰冻的鸡对于飞机冲击力大，还是没有冰冻的鸡对于飞机的冲击力大，直接来到了飞机零件市场，买下了一个飞机头部，并且准备用这一个飞机头部进行实验。因为如果是使用火药的话，对于鸡会有很大的破坏作用，可能鸡还没有接触到飞机就已经被火药炸成粉碎，所以他们准备使用空气炮进行实验。为此他们还找来一个气阀和气筒才行。在经过短暂的争吵以后，他们终于是将气阀与气筒最终确定，并且完成了对于空气炮的组装。之后他们就要开始进行普通机和冰冻机对飞机的撞击实验了。他们为了实验的安全，专门建造了一间防爆安全室，然后他们在安全室中对机大炮进行测试。为了实验的准确性，他们要使用机大炮发射两种炮弹，一种是肉鸡，一种是冰冻鸡，并且两种鸡都要在不同的压力下与对方对抗。75磅压力下的机大炮，不论是冰冻鸡还是肉鸡，速度都达到了99千米每小时，而且都能直接将飞机的前挡风玻璃直接撞碎，两者的威力基本一致。之后两人又测试了50磅与25磅的压力，依旧是能够让两种鸡都能破碎挡风玻璃，并且速度也依旧十分巨大。此时他们已经准备高兴地宣布实验结束，流言被终结了。但是此时却有一个声音告诉他们，其实飞机的挡风玻璃很是脆弱，根本挡不住多少的撞击，而他们的机大炮撞击的实验对象是飞机挡风玻璃，所以实验基本没有多大的用，他们需要重新实验。这一次他们实验不再是用挡风玻璃进行实验，而是直接使用钢板，然后直接用高速摄像机测量机飞出的速度以及机撞机在钢板上停留的时间。根据冲力的计算公式，如果机撞机在钢板上以后停留的时间越久，那么所造成的威力也就是越巨大。但是经过他们的测试发现，其实不论是冰冻机还是肉鸡，撞击在飞机上的停留时间都是一样的，并且飞行的速度也相等。这样计算下来，其实鸡不论是冰冻还是没有冰冻，在高速状态下产生的威力都是一样的，根本不存在什么冰冻的威力比没有冰冻的巨大。最终流言被破解，我是但丁，我们下期见。